最初的那个。Start the battle。哦，这次好像不是 Young Link 了，我印象中上次是 Young Link， 这次是 Wifi Trainer 了。一看，哦呦，哇，有点有时间感。对，一脚18%，他两脚，对，两只脚，一只脚9%而已。上丢空上，哈，蟹王全快被封锁了，结束了。哦，刚刚那样怎么没死？是打球吗？球之护体。哦，两人都很知道对方的距离哦。哦，这个漂亮的狙击哦，打到一下，哇，打32%。哦，这个刚刚那个超危险的，还不够。好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哇，那个这样的那个命中率很高，他竟有几个那个球也打得超准的。我才知道原来可以让球掉到地上，然后再用反向横劈。反向横劈。就是球先掉在地上，然后他横劈的时候，他就直接。哦，是哦。哇，一系列的进攻哦。现在。120被收掉57，哦呦，挡了一个贝尔。这样先撤退一点，直接抓到那个滚的位置，还不够，哎，不够，哦，冲回来一个在做体操的人。哦，现在这个 percent， 而且还有界王权的存在。应该死了，应该死了。101下来好像就可以直接有个嘛，对，超可怕的。越加都没事。啊，炮哥也没打算跟你拼哦，给开枪，跟你肉搏是不智之举。追上打，哇，漂亮啊！他今天的球真的很准。
听说在家里好像都是炮哥赢。一开始就，不过上次因为他们也遇到过，然后就被二零。然后这次这样拿掉一分。他这很慢，没办法，这个网页的人。这个在中间，上面就没了，上面有一组的那个让你绕。对，这两打我这样。刷一下，然后看你要去哪。哦，是不是没有拳头的招式？他没有这样子敲人哦。哦，好漂亮的等。因为他有留指甲，他用拳头敲人。哇，这次直接被敲掉了。他完全不知道，他有手掌，前重点是手掌。对。那留指甲有没有想过？好，戒王模式，炮哥没在管，揍你就对了。刚第一场比较像是这样子的一招抢炮哥完成，对。无畏之人。哦，真危险。收不掉真命，收不掉真命，现在对将是很大的问题哦，连那个呼吸都被阻止，呛到。还有机会耶，现在其实追回来很多耶，现在能够收掉的话就归零了。好，但是炮哥不打算让这件事发生了。哦，骗你，乱球在那边。撤离，超危险！大不妙，大大不妙。哦，哇！直接来个兄弟一拳。孝俊 Lucas 四号。
孝敬卢卡，卢卡，卢卡，来看点四号。第三场。脚被抓到，啊，那滚进来被炮哥抓到了，开了枪。竟然踢到了，好痛！呼吸又呛到了，不妙啊！拿到呼吸了，但是进得来吗？哦，太危险！哇、哦，好痛，那个好痛！瞎眼刺激！哦，大失误，他不小心逼 reverse 到了。就有个大位移哦，想丢空上吗？没有，应该是没有 true， 就要抓着地，好，抓到了，基本上是 even 了。那么刺那上面可以打到一个那 falling fair， 大 C 撞击，这普森大幅领先。哇，这个 dash dance 做得很好。跑来跑去，吓死了！我不给呼吸啊，腰着，看他距离。对，很长一段时间，两人在绕着互相对方绕圈圈啊，真可惜。太危险！不知不觉，普森被追上，然后做一个很奇怪的风闪，马上被炮哥抓到了，打出去。那刚刚替我打超多盾的，哇！炮哥急起直追。前丢手边、哦，怎么那么厉害？死了死了死了！啊，没有死哦，但是像完全把所有的选项都 cover 住。为什么？真可怕！往内滚，因为刚内滚已经被抓过几次了。好，稍微给一点 pressure。这极限惩罚了，我觉得拿到最好的，好，呼吸先留着，空上吗？我没有看过这个飞行，哦，这个哇，看起来超可怕。后丢手边，
两方都知道，不然没被碰到。后丢手边，超危险，完蛋！天哪，压力好大！要帮我送一口气。